幸福其实不需要太多点缀装饰，能够陪在自己喜欢的人身边，互相体谅，分享喜悦，这种简单的幸福虽然平凡，却最耀眼。哇，哎，铮铮，哎，你过来看一下这件。哎，我觉得这件很漂亮，很适合你。太贵了，不买。哎，你喜欢我买给你啊。喜欢是放肆，真爱需要克制。我要真爱你的话，我就要学会克制。这是什么阿寇逻辑啊？真不错啊。你看，你爸又发朋友圈了。嗨，又不是发给你看的，这是发给凤仪看的，刷存在感呢。铮铮啊，我刚才拍了几张照片，你帮我看看，看看，看看哪个好。拍的都很精心，但我有点看花眼了。啊。快点回来啊！我坐等。哎，爸，我觉得您这照片都挺好的啊，你就随便发吧啊。笑什么呀？我快被我爸弄疯了。我现在觉得凤仪在挺好，最起码我爸一直有个人追，还有点事儿要干，不然这你看净整着没用的。李阿姨真的没有恢复信息啊？没有。凤仪这次是真不高兴了。我就觉得吧，凤仪对待爱情好像有点洁癖。洁癖？嗯，她好像一直就没忘了剩下她爸，就老过不了那坎儿。反正我爸就别人不敢干的事儿，我爸那是像个傻子一样一直往前冲。其实我挺佩服叔叔的，都这把年纪了，对爱还那么的勇敢。怎么了？我差点忘了，还你的钱，密码是你的生日。哎呦，干什么呀这是？那不是前段时间帮你们公司做那个设计项目，我这不挣钱了吗？之前你看，吃饭、逛街、买面料，杂七杂八的，不都是你垫付的钱？我现在有钱了，我可以还给你了。我们之间用得着分得那么清吗？那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呀。这就是你为什么不让我买刚才那件衣服是吗？不是，我现在吧对我的生活有了新的规划，剩下的钱呢，一部分拿来用作我的生活费，还有一部分钱呢，我要投资我自己。我想把我设计那个中国风系列做成实体作品。那你真的不打算跟我们公司继续合作了吗？嗯，哎，虽然那笔钱很诱人，可是我还是想自己做设计。少林，我真的要靠我自己的努力，我不想老是靠你和我爸，我也想靠我自己的努力证明我的价值啊！啊，那说不定哪天是吧，我厉害了，我也能做你背后的默默支持你的人啊！乖，收下吧。嗯，揣兜里。谢谢你啦。
天气真好，随便走走也很舒服。我记得上次还是在我家的时候。你还记得？怎么可能忘记？那段时间一直是你在照顾我的。我也没做什么，你不也一直照顾我吗？是啊，其实我也很清楚，在我心里，你是我非常非常重要的朋友。你了解我，了解我心里的痛。盛夏不了解吗？盛夏的眼中只有工作和梦想，或者我这样子让他看到，会感到失望吧。也许盛夏他是真的很忙 ，Steven 工作室这份工作对他而言很重要，你别多想。但愿吧。笑，你还笑得出来？他是自由了，你可麻烦喽。不至于吧？不至于吧？你搞砸了上头交给你的任务，不出两天，主管准找上谈话。找就找呗，我不想郑铮为了我被交办的任务，就委屈自己到我们公司上班。他有他更大的梦想。哎呦，兄弟。你把爱情当什么呀？啊，爱情是要让彼此成为更好的自己，不是让你牺牲你自己去成全别人，知道吗？那我要是让他去接受这份工作，不也是对他的牺牲吗？是你脑子坏掉了，还是我脑子坏掉了？他一个社会零经验的人，一个月拿那么多钱，他牺牲个屁呀！好吧，你就等着燃烧自己吧。等着被你们的领导骂，我等着喝你这个西红柿蛋花汤。你脸色看起来不太好，是突然感冒了吗？你没事吧？你真的好像发烧了。我觉得我头重脚轻的。要不你先休息一下，我帮你煮姜汤，喝完之后再睡觉。这不是我教你的吗？是啊，管用嘛。啊，快。肖总，你先起来。哎，先起来。先喝姜汤。没想到你还挺婆妈的。还是很烫啊。你有酒精吗？好像在那个柜子里面后面。OK， 慢慢喝。没想到，跟小朵去过的这些地方，票据他都还留着。还没找到吗？找到了。我帮你擦个酒精，退烧比较快。喜欢我家那边吗？挺喜欢的，我觉得比这里要阳光，要悠闲。你是想回家了吗？不是啊，随便问问。
阿姨，我感冒了，有点发烧。你给他煮姜汤。这一碗都没喝呢，我再去煮一碗。阿姨，我来吧。你生病了，好好休息。我来吧。盛夏，你赶紧回来。哎，徐天来了。Thank you。全世界在模糊之中，唯一清楚的只有你的脸。突然一阵好奇将我推到你面前，试着透过你的眼还原遗失的从前。午夜烈之间心渐远，感觉忽明又忽灭，谎言变得如此善良又体贴，为你我隐藏自己，实际上让你都看不见。时间停在微凉，赶快回来，再不回来家里都要起火了。那小朵怎么样了？体温降下来了，没事儿了。我去看看他。不用看了，他刚睡着，你别再给他弄醒了。你过来，过来坐下，我跟你谈谈。我已经联系北京一家服装的店面，让他去做店长。过几天回北京，他就上任了。回北京？他在国内一个亲人都没有，生病了怎么办呀？我不让他回北京。你怎么能耽误人家的大好前程呢？而且他本来就在找工作，
反正他现在不能回去。贾小朵，他现在就是个雷。他跟申凯是什么关系？背着你在做什么？我一眼就看清楚，他们俩的关系不正常。妈，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我是过来的人，他绝对逃不过我的眼睛。你之前说徐天是雷，现在又说小朵是雷，在你眼里是不是就没有好人了？你有空就多出去走走，少管这些闲事了。我是你妈，你以为我想管啊？就你现在这个样子，我要是死了，我都闭不上眼。天哥，给我威士忌吧。干嘛呢？来，上车。我自己开车回去，你别管啊。你喝酒了？我喝酒怎么了？你是警察？警察，你抓我！你抓我！你抓我！行了，你别喝完酒就胡说八道，行不行？什么胡说八道？你就是不敢见三林啊！你爱他，你不敢见他。你爱一个人，你不敢说出口。你说你是人吗？你说，你说。那你呢？我。我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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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你别跟着我。别跟着我。我怎么办？少林啊，你知道你办的什么事儿吗？啊，你这事办的让大伙都失望透了，知道吗？你要知道，本来这一季的优秀团队称号和奖金都应该是我们部门的，但你偏偏把这事儿搞砸了，没把你女朋友签下来，才让隔壁老太太那用个什么莫名其妙的网游联动计划，让老总临时改变了心意。对不起啊。说句老实话，你带领的这个游戏项目大受好评，本来这一届的最佳员工的称号给你啊，也是应该的，谁让你没把握住机会呢？你也别怪我把这个称号给了婷婷啊，这要是给了你，你一人拿奖金，其他人什么都没有，谁能受得了啊？我知道，旭哥，真的对不起啊。少林啊，我劝你一句，
男人呐，不能太窝囊了。这女强男弱终究不是什么好事儿，连这么点事儿你都压不住。你将来想当家庭主妇吗？主妇，主妇，煮饭的丈夫。好了，有些话多说无益。看什么看？干你的活。还有你，干活去。你们主管说的一点都没错啊，现在真的是变成女强男弱了。哎，你不觉得你们家谭铮铮像被雷劈过一样突然之间变强了吗？他那是量变引起了质变。不管是什么变，反正我现在就觉得呀，人家铮铮现在离女强人的路子啊是越来越近了。你想想，你工作了这么多年，你一个月多少钱啊？啊，人家随便接一个项目就比你半年工资挣得多。我觉得没什么呀。哎呦，听听你这口不对心的语气，没什么，没有哪个男人希望自己的女人比他强。你想想，有一天他在外面打拼事业，你在家里相妻教子，那场面太刺激了。要真这样，我认了。你认了？人家认吗？你到底什么意思啊你？强的女人只会找更强的男人，这是铁的定律。你在这儿苦哈哈的吃泡面、存钱、买车、买房，人家呢？人家在外面打拼事业，你存那些钱不够人家一个零头呢。哎，你就不能说我们点好吗？事实就是，你把人家规划到你的世界里边了，人家把你规划进去了吗？你再说一遍。我在陈述一个事实，你把他规划到你的生命里面，他把你规划进去了吗？你走走，刘英，我不管你的闲事了啊！滚！行，忠言逆耳，忠言逆耳，滚！忠言逆耳啊！重要的事情得说三遍。工作狂就知道工作。阿姨，要不一会儿我给他把早饭送过去吧。算了，你吃早餐吧，我有事跟你聊的。哦。哎，吃吧。阿姨，什么事儿？边吃边聊。你先喝粥。好。阿姨，我这么老待在家里也挺不好意思的，我今天就打算去找工作。我们想到一起了，今天不急，你先养好病吧。嗯，没事儿，我不累的。小朵啊，我有位北京的朋友，他欠了我一个特别大的人情。前几天我跟他联系，你猜怎么着？他事业发展得非常好，在北京开了3家服装连锁店。有位店长还空缺着呢，他对这个店长的要求特别高，一要年轻，二要漂亮，三呢还得会说英语。我想来想去，你最合适了。谢谢阿姨，但是我怕我做不好。有什么难的？年轻人一点点慢慢来，早回北京早进入状态。这次我来这边一点出国的感觉都没有。世界啊，就是个地球村，你在哪儿生活的好，就在哪儿好了。那您让我再考虑一下。好，你要抓紧回复我啊，这个位置可别被别人抢走了。我认为啊，这店长呢，多好啊，又赚钱又不累，在北京时间长了，找位可心的丈夫一嫁，生个宝宝，过安稳的日子，多好啊。我会尽快给您回复的。嗯，我约了朋友，我先走了。哎，你吃完饭再走吧。
What's up? You're in my hands. Behave yourself. Hey, man, take it easy. Take him over. It's your lucky day. Carter, I think I'm going to need to use the trust fund you set up for me. Well, listen, that trust fund is for you.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want. No reason to ask me. Everything okay? But it's not for me. It's for this girl. She your girlfriend? Nope. She's not my girlfriend. But I want to help her out. Do you love her? Yes. How much do you love her? I want to spend the rest of my life with her. All right, man. It's your call, your choice. Okay. Take care. Come in. 找我。有个小案子，交给你去负责。给小动物打官司？是给你上庭的机会，想证明自己不是靠出丑的机会坐在这个位置。 找到漂亮的公司回来见我。如果我有勇气离开，事情是不是会简单一点？ Fight for me. <下>小朵，你在哪儿？对不起啊，你别听我妈胡说八道。对不起，我没有办法帮你。小朵，你别管他怎么说，你现在在哪儿？我让凯文去接你。哎，别，你别让阿姨误会啊，我……你就说你在哪儿，快发个定位给我。这……快，快发给我啊！ 行吧，正好我还有些东西要给他们，一会儿见。嗯。
我就是疯了，我没疯够。他如果今天真的去告你的话，你会把你工作弄丢的，你知道吗？我不怕丢掉工作。 对不起 ，Selina， 我很努力想变成你喜欢的样子，可是我做不到。我就是我自己，但我现在不难过了。放下你之后，我觉得特别轻松。 What do you think? Does the city make me weak? You are my son after all. Come on, I'm gonna go and buy you a beer. Man, when you're young, I would hit you, but now, you hit me pretty hard. I never thought I could beat you down, Dad. I thought you were never going to get old. You know, you really matured quite a bit. I always thought that Grand Theater Musical would soften your bones a little bit. I've never lived up your dreams. And maybe it was a mistake that you took me. I was always curious. Why did you pick me out of all those kids in the orphanage? You know, that time when I saw you standing back in that corner by yourself, I could tell the fear in your eyes. Maybe you didn't like me back then. You always like challenges. But I wouldn't be like you. Let me see that. Oh, he hit you hard. Ow! Okay. Tomorrow, it's gonna be great. That move, I spent a lot of time on it. Why? So this time you're here to take me back home. You know, 10 years ago, I came here to bring you back. But you, you ran away. What on earth makes you think you can make it this time? I just want to be that father that you deserve. Oh, come on. You came here to be a father? Teach me a lesson? You heard I got dumped. You came all the way to find me. You are an old cowboy out there with a manor. With all the big business. And me? I'm just nobody. A small cop out here.坐下，买的咖啡。你去帮我把小朵接回来吧，我妈又发脾气了。你妈说什么？我妈说在北京给她找了一个工作，这里又不是她家，她凭什么赶人家走？小朵回北京工作也不错啊。你疯了呀？被赶走和自己走能一样吗？而且小朵这段时间一直在照顾我，还把自己搞病了，换了这样的不信任，她自尊心多强啊，现在肯定很难过。 那你怎么不去找他？我一会儿有个很重要的会议，走不开。我把他定位发给你，你帮我去找他啊。盛夏，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
我们都讨厌被人冒名顶替的感觉，这代表所有努力全都白费了。爱情也是一样，如果只能沦为替代品，那对关系中的任何人来说都不公平。Cynthia, please listen to me. This was not my idea. It was Stephen who wanted this. I'm very sorry. I don't know how to explain this to you. You know the rules of the studio, right? Fair enough. I'm going to call Stephen to ask him. Let's see this pyeongchae. 是不是这个行业的规矩？看看这个工作室，是不是就靠着剽窃别人为生的？Why is Lozano? Miss Shangxia. At this company, all the designers work for the same team. The work belongs to the studio. I have a limited amount of spaces I can take designers to this charity event, and I can only take one. Why did you choose her, not me? Well, she's been at the studio longer than you, and besides, Fire Opal is specific and unique to her hometown, so she can use that to design a full line. Has she told you about the features of Fire Opal? Yeah, so technically it's a collaboration. Unfortunately, as I explained before, I can only take one, and I've chosen her. <音>对不起，什么对不起啊？哎呦，你跟盛夏真是老跟我说对不起，真是。不是，昨天的事我应该好好跟阿姨解释一下。哎呀，我想着算了吧，解释到最后越解释越乱，还不如不解释呢。我想了想，要是我真的怎么走了，这不就成了咱俩有什么瓜葛了吗？倒不如坦坦荡荡的，阿姨一定会明白的。这段时间。 你心里其实一直不好受，你会怨我吗？有什么可怨的？本来就是我自己要提出来，说要帮你把盛夏追回来，我也想快刀斩乱麻。只要结婚就可以斩断一切吗？难道不是吗？其实我很讨厌现在的我。Kevin。 我不许你这样说自己。其实我就是这么一个胆小、懦弱、没有担当的男人。Kevin， 你真的别这么说自己。其实，在我的心里面，你是善良、温暖、懂得关心别人感受的人。老实说，这几天我很难受。你一直要我坦然，但是我没有办法。 再这样下去，我连面对盛夏也没有办法坦然了。我不管你人后怎么想，你人前还是要坦然的呀。如果你坦然不了，那就装坦然。你可以的，我可以的，我们都可以。我就是装不下去，小董。我对你不只是愧疚，还有害怕。 害怕？你害怕什么呀？我心里知道，我很明确我要娶的是盛夏，可是，对不起。